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晨，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如何不离职的情况下，然后做网络创业，或者是呢，不休学的情况下，反正不管，就是你没有时间的情况下，我觉得更适合做网络创业，因为今天是我直播第七天。第七天，那在前几天的内容里面，我有说了我的故事，然后我赚钱的工具，我赚钱的方法。今天就是要来和大家说，我在网络这创业这一块，大家非常好奇，那也比较多朋友在问的一些，常见的问题，跟大家做分享这样子。那首先，我觉得我最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我要工作，然后我要带小孩，我可能要上课，我的时间非常的少。那这种问题呢，几乎是每个人碰到的，甚至我自己在修车，我碰到的问题也是觉得说啊，我的时间上班就很累，然后下班就想休息了，怎么会有时间做网络创业呢？那后来呢，我的老师给我的建议就是说，其实像我们这种很忙的人。更适合利用网络创业，为什么呢？你想哦，如果说啊，你平常就很忙了，然后你下班如果要创业，去做生意，去做 Uber， 去赚一些零工的话，那不就更累吗？那网络就是让我们这些时间很少的学生，或是上班族，甚至是在家带小孩的妈妈。有一个很便利的工具，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说，到比如说你朋友在高雄，然后在花莲，在台北，你就不用说，哎，我们约了时间，然后跟他碰面，然后呢，你可能去到，然后跟他分享你的产品，哎，比如说这个呢是非常厉害的精华液，叫做贝坦，我们就已经不用去到线下。我线上就可以跟你分享，或者是呢，可以跟你讲一些故事，曝光我的产品。所以我觉得网络事业是，可以节省你很多时间的。比起传统创业来说，没有时间的人，我觉得每天如果运用个，除了上班，除了睡觉，用个两个小时，只要你有认真做，我觉得你就可以做得非常好。绝对是足够的。再来呢，就解决了没有时间的问题。然后有人会说啊，这好像很难，就是网络创业感觉很难，你可能完全没有经验，或者是你已经知道我大概在做什么，但是你会觉得说这非常的困难。没有错，非常的困难。如果你完全没有经验的话。我不会告诉你说啊，超简单的啦。那我会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像我刚开始学修车也是完全不会，所以我没有赚到很多钱，我赚的是学徒的薪水。那你在网络上面创业也是，差不多的概念，就是我们是不用说什么都会才开始，我们可以开始以后，然后去，我觉得我们只要愿意。练习跟学习，然后呢，接受新的观念。其实你刚开始学会了一招，然后你就去用，再学会一招，再去用，慢慢的你会越来越厉害，甚至越赚越多钱。那我们要做的网络事业，如果你要赚很多钱，一定很难。但是我觉得比起传统的。创业跟生意，我觉得有机会许多。怎么说很难？有人说啊，要学新的产品，要学网路，然后还要学什么卖东西，很难。可是我在学修车的过程中，这些都是一样要学的。可是我发现差不多难，但是怎么说，你知道吗？就是这么难的事情，我愿意去做，因为它可以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你懂我意思吗？比如说，如果很难的事情，但是呢，你可以赚很多钱，所以呢，我愿意花比较多的心思去研究，然后去学习。所以我觉得很难这件事情是没错，我们要赚到很多钱是本来就很难，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开始愿意练习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有的朋友会问说，欸，那我要不要很多钱？我告诉你，其实是不用的。现在的网络平台提供我们这个有为青年呢，知道我们年轻人要创业不简单，所以呢，我们只要花一点点的，不用很庞大的资金，甚至几千块、几万块，我们取得代理就可以开始做生意。比起传统的创业呢，我觉得是非常便宜的。你看到，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要开一个鸡排摊好了，我可能要买一台店面、餐车哦，什么油锅，然后冰箱一些东西，随便搞就是几十万的创业。如果要开修车厂，可能是几百万的。所以我觉得在网购平台这个工具创业呢，是不需要庞大的资金，我觉得都可以搞定的。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网络上面做生意大家都在做，可是好像很多人不喜欢，很多人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但是我觉得呢，现在的年代大家都有第二份的工作，第二份的收入，这状况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那有人会有这样子的不喜欢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合理，因为在台湾有很多，那叫什么讲，叫做诈骗，也不是，就是比较投机的一些网络上的机会吧，应该是，那是什么会，那些什么会我忘记了，不管。反正呢，就是网络上有很多不好的机会，它是没有真正去帮助到人，而且让你赚到钱的。所以有人会对网络上的这些机会感觉到很排斥。但是呢，很排斥也让我想到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大家都觉得说啊，这超赞的、超喜欢的，那我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很排斥，就是还没有看懂这个商机。所以呢，我跟大家去沟通，然后让大家了解以后，相信就没有问题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让我有一个机会，就做得比较顺利，这样子。好，以上呢就是回答一些朋友比较常问的一些问题。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留言。如果你好奇我的网络事业是怎么做的，然后可以赚多少钱，为什么我会这么推荐的一些原因的话，你都可以留言告诉我，或者是到 IG 到 FB， 我不知道你在哪边会看到这个视频，这个。都可以，你只要找我的名字，应该很好找。你私信给我，我会回答你。然后呢，请你帮我个忙，你可以帮我订阅频道，帮我追踪，帮我按赞。好，感谢你的收看。啊，对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有人说呢，在这个直销事业里面找到合作伙伴很难，那我曾经也是这样觉得很难，因为其实大多数的人呢，都觉得说啊，直销业就是有梦想的人在做的，他们希望呢，他们可以那种过上财富自由的人生，然后一年赚几百万的收入，但是现在的时代，我觉得现在的时代。除了直销业，除了赚几百万收入的人在做，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是学生就开始兼职，
他们一开始的目标并不高，他们可能一个月为自己加薪，分享个产品，卖个几个小东西，赚个一两千，甚至五六千块，他们就觉得，很高兴，很满足了。那当然，我是要来做这个一年赚几百万的。有人会觉得说，这种事业机会很难找到人一起合作。那事实上是什么呢？我曾经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啊，如果我一直自己做，然后都找不到合作伙伴，找不到团队的话，怎么做得大呢？当时我觉得非常困惑，然后我就去跟我的老师请教，然后聊了聊天，然后发现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子，因为想要创业、想要自己做生意的人，本来就会比想要去上班的人还要少，比安逸的人还要少，所以你要找到创业的合作伙伴，被拒绝的机会本来就是很高的。那又回过头来再跟传统产业比较，像我爸爸他也是做修车的，那他修了三十年，差不多他修了三十年的时间，然后呢他依然是自己做，那也没有说哇找到一个伙伴说啊，我要加盟你的修车事业，我要跟你一起做，我要跟你拼了，我要当你的分店，也没有。所以如果一年让我找到一个伙伴，合作伙伴开一家分店，我应该就很高兴很满足了。因为如果有一个事业呢可以传承给他，然后让他做跟我一样的事情，然后因为他的营业额从此跟我有关系，然后呢他的收入以后都跟我有关系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以让我们有机会然后建立一个系统让我们赚钱的一个平台，一个工具。好，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咯，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的话呢，你可以回去前几天的影片，那我觉得我讲的还蛮详细的。好，感谢你收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